晚安，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小鱼儿的音乐盒。小鱼儿每个月的第二跟第四个礼拜四都会邀请到一位非常的重要的来宾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些好的音乐。那么这位来宾呢，就是露露。露露来到节目当中，那么相信听众朋友应该都听得觉得还蛮过瘾的。那今天呢，小鱼一样继续又把露露邀请到节目里头，继续来分享这些好听的音乐以及好听音乐背后的故事。那么先请露露来跟大家打声招呼。Hello， 露露。嗨，听众朋友，大家好，小鱼你好。那露露接下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歌？在这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他是从费城 Philadelphia， 他有一个他自己的唱片公司。这个人叫做John Muller， John Muller 他特别选这条歌叫做 It's an About Us。It's an About Us， 他公益唱片上，公益的 CD 上，那就是说他那张是专门给捐献的 charity。It's an About Us， 其实他并不是讲谈恋爱的那种感觉，歌词比较没有那么快啊，因为我们前面那一首歌已经很热闹了。对，我想大家已经醒过来，醒过来以后赶快推广一下公益活动，然后就来It's an About Us， 说这跟我们无关，这并不是说只关于我们，我们应该关心的，而是你切身关心的，就是我们要对世界上所有就是弱势伸出援手。我们等会听歌词就会听出他这种，他说 brother and sister， 他说就是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但是并不是我们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们群体该做，而是你一个人就该做的。所以他这首歌其实是一种宣导性的歌词，劝人行善啊，说得太好了。所以他应该蛮适合在去年八八风灾之后拿出来播放，应该是这样，尤其是大地震的时候，因为他后面说他没想到这个背景音乐，对，然后大家一定很感动，然后就可以立刻得到效果。他人在 Greece， 然后在他的乐团也在 Greece， 他唱片公司也在 Greece， 他整个人在 Greece 发展。就没有他虽然是在美国发展，他到欧洲一样可以走红。John Muller 他自己自称自己叫做 War Man 哦，就是 WORD 哦 ，WORD 他是觉得，所以他以陈述事情来引起公益，为自己的那个奋斗的目标。那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来听一听这一首公益宣导的歌曲。如果听完之后呢，想做公益的话，就马上行动哦。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一首《It Ain't About Us》。Signed with Moico just the other day.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 can't do it alone. With your talent and passion, we can set the tone. Now it ain't about me. No, it ain't about me.It ain't about us. What are we gonna do? It ain't about us. It ain't about us. It ain't about us, y'all. It ain't about us. Just buying the music
helps your fellow man. Now it ain't about me, no it ain't about you, it ain't about us. What are we gonna do? It ain't about us, it ain't about us, it ain't about us, y'all. It ain't about us.朋友，我们刚才呢所欣赏的歌曲是由 John Muller 所演唱的 It Ain't About Us。 那么听完这一首很公益的歌曲之后呢，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已经开始想要去行善，同时呢今天也非常感谢 Lulu 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好听的一些音乐，谢谢 Lulu。 We would like a special thank you for our musician friend John Muller, the war man, thank you, and my friend Fabio from Switzerland,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beautiful music. I talk to you guys soon. Bye bye. Bye bye.